谷米啊，大家知道啦，对身体会比较好啦。啊，我们是用了一个比率来算，就是用70%的五谷米，然后再加30%的米，啊，然后就上面会撒了一些干贝碎啊那些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碎，就是对身体啊比较容易吸收啊。下面你就看到一个是金瓜芋泥露啊，雪哥也是弄养颜美容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年的话都是会 focus 在身体会比较容易去接受的东西了。希望大家来品尝一下。